去八字了、嘿，姐姐，你今天穿的这么好看，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啊？姐姐要到唐门宫中去。唐门宫中，我也要去。好弟弟，你玩笑，你不能去，你以后要听人家阿母的话啊。弟弟，我要去，弟弟我要去吗？弟弟。弟弟，你要听话哈，我要把事弄了下去。
是雨呀，这四种手写兄妹爷爷写别字信，不正是我与弟弟分别时的心情吗？弟弟，姐姐，姐姐，你又在思念弟弟了。三爷妹妹，你叫王太太惊讶，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请王太太呀，三王都要亲自上过的。王家当晚有母子之情，可是我们是啊，我在这里天天见王太太这样，可是这些母亲谁替她接呀你妹妹？哎呀，好啊，你尽管世事败坤，台湾素卷，好大的胆子啊！你尽管把王太爷稳当饭，你不要命了？公公，高公公，这也是奴婢当饭的，不管三爷妹妹的事。谢谢你。好啊，于是你高公公也是奴婢当饭的，对这些无关。是我当饭的，我当饭的。禀德王，公都德古，世事犯困，德王恕劝，当饭王太爷稳。禀德王，也是奴婢当饭的。也得在外问，是我当饭的，好了，当饭一问，事关母与红体，岂能此次出行？谁当以精神为上，失去重见，休得耽误。谢太王红恩，大夫，你为何推身罪过，欺骗孤王？奴婢不乖，奴婢知罪。你方才看的什么书啊？奴婢看的是《诗经》，是哪一篇呢、啊？言言一篇，言言。难道你也有兄弟姐妹分离的哀伤我？Hey, hey, hey.
你家中只有一个落水弟弟，那你怎能离开他呢？怎么断情，枉你难为。民生之苦，王家之财也。那民间积力不差太多，王家虽多臣。管这卷书，父王就把它赐予你吧。赐予奴婢？是啊，读了这篇一言之诗，就像是接到了你的提令了。谢大王。对不？这一言之中，你与我关呀？这诗中，兄妹之情，官人比不。倘若天下人都能如此，那谁好了？你，你也是这样想的？奴婢不知将错，方得王死罪。不错，不错，不错，一点也不错。想不到他竟有这么结实，难怪他不忘民情，爱慕杀笑，难怪他不胜名面，难逃离去欢喜。Thank you.
奴婢传见王夫人。哦，奴婢传与王夫人。阿爷，王夫人啊，公公，你说什么？代王上禀王太尉，王太尉御旨封裴氏为王夫人。王夫人，王夫人，是啊，王夫人。喜气洋洋，正好迎接王儿红家。
爷，宫门外等候，王爷一道速速来到。太秀子，文武百官，王子等候，拜谢真宫娘娘。哎呀，王爷上殿到此，文武官员怎么到内宫朝拜礼了？夫人，夫人。文武百官在宫门等候，开开声声要召见王爷娘娘。哎呀，王爷在哪里？娘娘在哪里？王爷在此，娘娘在此。真的有此一定，哎，请快等王爷自位。万岁！来来来，寡人哎，请等上王爷自位。来来，哈哈哈哈！不不不不不！万岁，朕替娘家吊灵，母亲不倦，怎会有生万岁颜面？哎，请啊！
娘亲家的兵不进的兵原是人母娘亲落水的地生抛开原是人母娘亲遇在王宫的原是人母娘亲十二女心底空悲请恕罪，正合正义，正义请恕罪，这是法法。千万岁！朕还要张贴王榜，替爱卿行走体力，让你记得早日团圆。千万岁！爱卿，快等王儿自回吧。
老爷，我们又偷懒，我刚刚去喂过马了。你还有贼人，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啊，当少爷，老爷，弟弟，老爷，当少爷。出什么名的呀？看在我女儿的份上，今天去草庙的。多谢老爷，多谢小姐。老爷，怎么慌慌张张的？叫你去通知各地财务，将原来的三镇利钱给为私镇，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老爷，小僧刚刚要出征，正好看见。是，老爷，城门口张贴着两张王榜，小人抽上前去一看，那王榜上写的什么？一张王榜上写着：“年近高龄蓬勃，年未至年成不退。”新王登基，落了明星罢了。这宛如一张，又写的什么？这宛如一张。是退王爷寻找宝典，退王爷寻找宝典，与我何关呢？老爷，王榜上八国军的足迹、年纪、出身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爷，那退国军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朝服的威马家奴退光平。你看清楚了吗？看得清清楚楚。那退光兵是退王爷的亲弟弟。是啊，老爷，老爷，这个奴才转眼就成了国库国库了。他是将这些年的苦难怨恨告诉王后。老爷。把女儿嫁给他。什么？你把小姐嫁给他？我不但要把女儿嫁给他，我还要送上一份他大的嫁妆。什么嫁妆？军衔战权。新王不是要年征高丽盘布吗？我就将他的国舅爷写成为高丽盘布的他宰子，就要这天塌的靠山。谁还奈何得了我？家女盼望去，楚天虽王君。缓缓金香里此时了无痕。老爷，这一招高高高啊！
请，哎请，哈哈哈哈哈哈，臣妾请进啊，哎请罢了。范蠡今日为何这般高兴？哎请有所未知，朕登基时下了从农业上之诏书，万民皆踊跃欢庆。今日早朝，朕这次向诏，将天下猎物进取五成。范蠡圣明，怎能患上百姓之福？黑道国库充裕，百姓是做安亭之后，朕还要将祖先猎物全部免去。哎，请你身苦好。哎，请你留在思念你的弟弟了范岁。哎，请莫要哀伤，王宫一侧天下皆知呀。且为何不有隐心？范岁弟弟他不为，不为不为的，我就接任死于天下，不为的。娘娘娘娘，启禀万岁娘娘，我们要为送来一青衣男子，自称是娘娘宝弟，请我裴光平。哈，选是。你看你看，弟弟这是累了吗？错去烦碎娘娘平身，希望是娘娘对光明，你带起头来。是。一人人生到林地，恰生生不及天生来买地地。你进宫成亲可有标记之文？夫婿可有穷院查明之文书？小民夫婿可有下令百姓为你作证？小民夫婿、好一个大胆推广兵，你进宫成亲既无标记亦无身证，是我进宫成亲。哎呀万岁，小民是谁是不知啊。万岁刘光斌，在你家子那里慢慢地讲来。是。家子在青屋君关金元，今年几岁了？年方十八。记记他十二年前真三姑，从此心记共三天。我记得与你记记分别时的情景哦。记得曾记得大师公的关金元，记记我年逾眉间，却别你要跟弟弟到宫里。你是怎样吩咐弟弟？你叫我从此要听阿母，阿母要怕死
强诉下烈泪似呀雨，他人离别从无计，阿不断身披长衰，凌云见我把腿压细。别挂病，你可是只有你姐弟父子之死吗？行，君一生弟弟从军，我在长谁姐姐举长落落举在上，推上上坡跌下了死，跌破了脑。Cheers.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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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官秘情况怎样了？老爷，御林军正在草腹水上，小人在未来的途中，看见渡金为将军府的陈老爷也被押走了。连为将军府也被查水了？是啊，看来这次是来真的了。我怕你渡金镇国君府也难逃啊。不，老爷我不畏于死地，我是国君的儿子，我是王亲啊。对，你可不要忘了，国君他也是咱儿子。对，不过倘若国君真的出了事，你也没有好处。臣在，那头娘娘是万岁的聪明之臣，是国君的亲姐姐，总算国君把天出一个头，也不为之才的。不是国君的才，难道还来自我老爷的才吗？世间忠心情，王安情，正对风里万事赢。长子一道存下来，老你我一醉心王亲。老爷告进去，你去门口当村小心，我找女儿商量商量。是，国君为父。做事也太过分了，这是他是做是谁？怎么，你不肯管？御林军长有道，那是兵工磐石，官兵怎能管的？也的
了。夫君，不用总想母亲早丧，是弟弟将我养育成人，他作为前半的不是，总是我的亲生母亲啊！夫君。光平实在管不了。姑爷，姑爷不必为难，女儿你也莫要伤心，老夫我一生做事一生大，我这句是收去。平不作些，可真的是对不起女儿，弟弟，对不起姑爷，对不起可怜的疼娘娘。此事与我姐姐何干？哎呀，姑爷，啥话对你说了吗？那御林军要为那的并非老夫一人，我为哪个？真公王后头的娘。爷、yeah ，为我姐姐，这是为何？哎呀，姑爷，你好糊涂啊！那老太尉一心要让娇女做王后，头娘娘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家子咋着痛，就是为了寻找把柄，江妻娘娘一旦八国为界，他们就要追奔飞去王后。怎么，他们要有姐姐？弟弟，真有这样的事？啥不是为了娘娘咋朝通这样的小事，才得动用御林军如此心思痛重嘛？那御林军可是老太尉统帅的哟。不，谁不能我姐姐，我要灭绝姐姐。姑爷，你此刻万万去不得，为何去不得？姑爷，你快，这是我家女儿的嫁妆。是宋吉利的举妾在权，这场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的是三字“退皇平”。弟弟，你娘以为你叫我用假金箔是想攀附王亲，想不到你竟是这黑奴。姑爷，你可不要忘了，当初送去的事，你可是开开心心许下的呀。唐三爷是个去找娘娘，那此事可就更说不清了。启禀国舅老爷，府门外来了一队御林军，未知府门不许进城，快快声声要随府抓人。怎么，他们要随府抓人？姑爷，倘若这些杂雀落在他们手里，岂不成了一个家姨娘娘跟御林军把柄了？我要毁掉这杂雀！姑爷，如今你我娘娘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只要姑爷不要。
让御林军随府抓到我，他们随上就无语把柄，无语把柄就通不了娘娘，只有娘娘无恙，这天塌地也越狱无妨。看来现只有此事，雷神在关闭他们。是老爷。禀报国舅爷，御林军多位已经住门了。什么？他们进关上场过去有住死啊！小沈先生，这是国舅父，你们对不得。可他们是什么？国舅父又怎么样？对官兵当不了几天过去了，万事委屈为爸爸啊！他们就算不把国舅爷放在眼里。你是何人？才下御林军都尉，来此作证。奉旨捉拿要犯，不发罪旨，草头。什么东西？过去你怎么抓草童抓到我的头上来了？举报赵通变罪，负无常。赵通终身罪负，完了天大的事，与我过去有意之处，你们抓他不得。过去也莫非有恶藏之意？便是恶藏，你拿我怎样？恶藏要犯，便有包庇之罪。便是包庇，你拿我有怎样？过去也，我们与公部差事，还请过去也放平。放平，你可知？这是什么素材？国舅父，即使是国舅父，你万贯是指他，但满这是国舅父，即使王府公也要死。你竟敢藐视我堂堂国舅父！我对光明十八年来讲话没人听，今日说话要算数，不能睡。判死一死，抗拒三不罪，无论王亲国戚，列斩府上。你敢斩我？过去也松开了。来呀，有与我分死。
皇二年，赤白娘弟弟衣锦还乡，至少丧亲不分，总算了却我心中之怨了。我与弟弟论句，总是这部别离之苦，待我悲苦万岁，将这夜夜思亲本欲相慕，双影离离。为相断句，却告先生这般模样，我与弟弟断句，难道就不该告先母？应该。娘娘，救命啊！芙蓉，出了什么事？你竟这般模样？娘娘。Yeah.
万岁，朝通言语定罪，国舅年少无知，求万岁赦免退国舅之罪。退国舅啥的啥的，那众位爱卿之义女，朕等愿意身家性命担保，去把这杀灭退国舅之罪。好，此次国舅一案，万岁，臣与话要讲，牺牲与话请讲。万岁，上层藏兵不自许，岂能枉法徇私情？行政方应捉魔鬼杀过去，失信于民罪根本。万岁，万岁，小女从人罪，我杀王女罪作情，大官等谁去点头杀过去，困难老人说来退国舅立给杀灭，立给杀灭、可是为这里山满朝皆知呀，更何况上都尉长安百姓议论纷纷，杀了国舅他遭公卿不法，死后听罪。万岁万岁啊，此事三思一万一，你应快刀斩乱臣，心里有关你一般总共预判色明星，包括年龄包括局，四壁人对单破群臣，家大富丽少年气得你当修理，为将军满身火给不了七夕成平安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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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万岁上面退过去自裁，去万岁上面退过去自裁，万岁退过去你当三岁，万岁上面退国舅之罪。万岁上
上一位秀千不位，万万不可啊！范叔，众位黑亲，可怜我。
众位爱卿万岁。对国君一案，皆系朝通恶意挑唆所致，只望朝通一定死罪。对国君年少无知，故免去死罪，教育王儿永居内宫，念家官守。多为念正之法，天下肃静。这封正气后，这是李总。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启禀万岁，二妹赵通在午门外喊冤。他叫什么冤？赵通言道，对国君同样是高丽本部，口齿不正，枉法杀人，都可杀灭。赵通为何就不能杀灭？一派胡言，拉下去斩六次。且慢，万岁，不可赵通也自有理呀。哦，非贪曹通给杀灭，就是从魏将军府中射出的逆子军长，万一从张大人李大人府中射出的宋明衡单军长，一个人等都可杀灭了。假设你是溃叛臣，真是无色不逃。万岁，好了，将曹通拉下去斩了。是，万岁。一句话震聋。
我便快带着金银赴堂。家孙子也去，退过去，吊
笑。请几盆为他汉金王第二年私用病身无米之交，后知摔盆五百贯即以鲜花束去，祭奠退过去光明领情，北府退过光明亲无冠祭年少要亡，同贼英文真是拥蔽，朝野是生了决战相无尘伤，不非贼破壁藏香，不复退过去而贼退过去去欢顾。
你好，头刚定可会成为长君王，为把这句句招扬，苍天不公与臣死，乃是这句影子。
去归。
Oh.